真正希望当初的计划会当失败的，然后我有警察抓去，把咱关起来。过到今麦，我嘛好出来啊，我嘛解脱啦，唔免想着今麦啦。我袂输，去让人判无期徒刑的，一世人都无得赎罪。你是毋茫袂记的呢？当初你任务若是失败，当下就无法度证明的计划，就无法度证明计让罗家峰做伊伫个罗家的妻子。是啦，计划是成功啊啦，但不过金玉一世人，人乌有去啊。当初我若是卖做这个帮凶就好啊。我真正希望时间会当停来。我超工有计划失败，我有警察抓起，安尼不是偌好？你是咧讲啥啦？当下敢会因为你失败就停止伊的计划？你上快会找别人去执行啊！我无得靠迄个人。会对靖宇搁较粗残，无靖宇会受搁较侪伤害，你知无？陈中生，你这笨手，竟然用这种方式逼我的查某囝做你的妻子，结果嘛是白了工，不过最后全部拢是废棋、死棋，家己搁规庄赔入去。若不是我出手救你，你早都包起来啊！一款后报，还真够白白牺牲伊的人生。等你荣华富贵啊，煞甲他一边等的不管。陈中生，你亏欠我查某囝的，我全部拢会讨倒转来。现在笨手抓过来，哎，我靠！呀，来等啊！哦，我的老哥被拎了，卖管我！不过今日姓贤嘛伫个，有件个代志哦，我想要顺续讲一下。是有啥物代志要甲姓贤讲？就是关于姓贤甲梁梦姿的婚约。是不是能促销啊？想做要促销婚约？那信贤伊敢就一个女朋友叫做吴静瑶。哎，啊！你讲到这查某囡仔是要创啥？伊头壳无啥正常，而且伊阁是有翁的人呢。伊甲信贤拢无交叉，迄种过去啊。啊！不过我知影的，敢那毋是安尼哦。信贤啊，你敢无甲你爸母讲？其实我甲伊的人，一直拢是靖宇，从来拢无改变过。你是安怎阁甲迄个吴静瑶咧交往？啊，你之前毋是有讲过啊？你甲廖蒙斯订婚是你家己愿意的，你袂甲恁阿兄同款的，阁来咧反悔啊？爸是咧，我迄个时阵是为了卖互你烦恼，我才会安尼讲的。我对梁蒙子一点啊感觉拢无啊，是伊对我高高甜的。那是因为你身体无好，我为着要让你放心，才勉强家己甲伊订婚。啊，不过订婚了后，我就后悔啊。莫怪啊，我就想讲梁蒙子迄种个性，根本就唔是你喜欢的查某囡仔。也唔过，这个吴静瑶嘛袂用接啦，我同款对伊无满意啊。我母家兄弟啊，一个娶你的查某囝，一个娶你的客查某囝，还唔知影的人，我俩准讲，阮只会甲恁妈家结亲戚两年，看刚刚实在是无妥当啦。我顶多感觉吼，这无啥物无妥当啦。你想看卖咧，那是亲生查某囝，确实是无妥当。佮怎讲亲兄弟娶亲姊妹啊？安怎看拢怪怪的，也不过那是客查某囝，哪里得差一烟，都无啥问题啦。哦，我
讲到这个廖蒙之哦，伊迄个阿兄廖凯宏比廖蒙之还佫较害呢。伊就甲伊的女朋友大做伙啊，佫去欺骗女人的感情，像这种人哦，咱公司袂当留的啦。你应该开除，免顾虑恁阿兄的面子，就讲是我犯错。我知影，我会赶紧处理的。你惊万朝远，你想要利用我伫木家的身份，你哪会拢无想到？无听到是我，想要利用万朝远惊死这身份。赵板家的惊死是有外好，有外了不起。国安怎讲，拢比做杜光亮的惊死搁较有份了。妈，你想看卖？那是有一家，我木家的李少爷无通做啊，至少我有板家虎妈也通做。我是替我家己买第二个保险。好啦，既然你家己有打算，我就无想要管你。你有一个大做伙的女朋友，安尼就等于是欺骗阮哥啊！我有叫你通知，爱马上给你开除。要甲我开除？啊，不过我有发现你这段时间的表现，确实是我真意外。你才九年无几工。只是做一挂业务上的调整，业绩调整以后的表现，确实是一个人才。是啦，副总，我阁有足侪想法，等你一步一步在执行。我相信副总给我搁较侪时间，我一定会表现得搁较好的。听我，虽然你是一个真难得的人才，啊，不过要我甲你开除。是阮爸告阮哥的意思，我嘛真为难啊。是毋是会当拜托副总，给我一摆机会？我一定好好表现，我会证明，我毋是靠关系才入来，我会提出申请。我就是伫咧等你这句话。老实甲你讲啦，阮哥啊，确实是有一点啊欠考虑。咱会当好好一个位置，讲好你就好你，讲要收回去就收回去，安尼想过无尊重人啊。毕竟你的人品有问题，嘛袂影响到你工作上的打拼啊。安尼啊，我先甲你停一下，啊，不过薪水我赶快给你，你要先好好处理你迄个女朋友的代志，互伊一个交代。哎，你会记啊？我是承受阮爸还佮阮哥的压力啊，才甲你保条的。你是千万唔通话对因歹交代啊！是，多谢副总啊！副总，安尼我就先告辞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甲廖凯宏留咧，是要替我大房留卡？啊，万一伊若无出包咧？伊若是无出包，就代表我会晓用人。该留伫这位置的是我给伊的人情，伊无报答我，伊是要报答啥？若是有一天，伊唔知影感恩，我就给伊扳条，这嘛是顺手尔。想袂到你已经想到遐尔远去啊！我骨头做你骨头卡，敢若吴静玉尔尔，袂晓替家己的未来拍算。这都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才华知影，我的身份不是天顶落下的，是我要靠家己去争取、去温磨，才当得到的。我今嘛已经让你塞去水内底了，我若是无法顺水个喘气，唔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既然你这样有自觉，我就放心嘛。等待你继承武山集团了后。就无人会当对你安怎，以后哦，你就当放心做你家己。这段时间我伫遐上班，才知影布家两兄弟比较有咧管代志的人是吴信贤，吴信泰甲因公的分量加起来拢不如吴信贤一个人，敢若靠吴英提来位置也是袂在。林姐，我袂当阁今年再来让人一脚踏过啊！明仔载拢唔知影会发生什么代志，乖乖等较老，无你讲明仔载我就死啊！
阿伯你卡，咱就分手啊。没啦，咱袂分手啦，咱就做伙，而且还结婚啊。结婚？恁厝内底的人无可能稳准的啦。再说讲，你连一个小小经济的位置你都保袂住，你是会当活什么？我看，咱是到这为止啦。我等伊塞车，赶紧啊，自动结婚生囝较实在。我不准啦！我不准你去找林志同。太好了，我不来啦。咱今天就我跟大家做伙。你现在哪会当像你刚才就放弃啦？你别搁做梦好不好？就算讲咱即将结婚啊，恁爸妈看我安心，嘛早就刷屏一切啊。因根本就看我无，敢讲以后咱做伙，搁爱过小小日子啊？袂啦，咱袂散家的。我唔但有五山集团股份，我搁有万海金融股份啊。就算我什么都无爱做，咱的日子嘛会当真好过啊。快好。莫阁受气啊啦！无安尼，我买一台跑车，甲你陪坐好无？哎，我甲你做伙，敢讲拢真正是为着钱？无唔对啦，一开始咱做伙是一个误会，但是后来，我敢有甲你讲过钱？你敢真正认为，你用钱就会当搞买收啊？凯宏，我知影你的人品真正足好诶，你甲我做伙嘛是真心诶，你毋是因为钱，所以我才会这么爱你。我希望你知影讲，不管阮爸爸讲啥，我就是要甲你做伙，所以你根本就毋免烦恼啥物生活诶问题啊。安尼我毋就等于变成是你饲诶。是一个吃两饭的，无需要啦。我无想要再过迄种生活。无安尼，我会当予你饲啊，我会当甲你做伙食苦啊。自从甲我食苦食惯死啊，你想要重新来啊？那安尼我感觉较自动。无你到底要我安怎啦？我安怎做都袂应起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，你才会满意？你讲啊！其实我真正无想要让你吃苦，爱我跟你结婚不是袂用的，只是我真正无想要再有人讲我是一个吃软饭的，所以，假使讲我手头有你的股份，我会当做主，安尼才能解决问题。这真简单啊，只要咱结婚，我就会当把我一半的股份。拢过乎你，安尼，咱就赶快有钱啊，就袂阁有人讲你吃软饭啊。吴英姐，我阁会好好考虑看卖。不然我即马可能是头路啊，我有时间会当多多想啊。无安尼。咱先去食饭，食的物件无重要，先放下啦。有三个万海的股份，我以后拿是平行，是直接要龙门啊。我心态为什么？您愈看我无，我就愈要摕给您看。